大家好，我是教缅语的张老师。今天我们来学一学这个模仿一些短句，因为有些词虽然我们正常可以学到很多，但是有一些呢，如果你没有听过，可能你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的一些短句。比如说第一个，撇爸妈啦，撇爸妈啦，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能行吗？哎，这样会可以吗？啊，这样的意思。其实撇是可以、能行、成为这样的意思。撇它会根据不一样的场景，会有很多很多的意思。撇把撇嘞发生什么？所以这个撇爸妈啦，能行吗？好，第二个，别路撇打嘞啊，怎么回事啊？发生什么事情啦？你看，这些都是所有的场合都可以用。把撇打，别路撇打嘞，怎么了？类似这样的意思。第三个，深夜来打，阿露娘的家嘎，深夜就是心烦啊，心好烦哦。阿露娘是很忙，在这么忙当中，家就是期间当中这样的意思。这么忙还发生这样的事啊？那后面可以接着说，但是一般就可以说深夜来打，阿露娘的家嘎。好，下一个是欧闹沙来打啊，欧闹沙来打就是太，欧闹是头脑，就是沙是吃嘛，太吃脑了。其实它的意思也是说啊，太心烦了，还有就是说太伤脑筋了啊，这个到底我应该要怎么去解决呢？欧闹沙来打。好的，那第五句，他来多，那他来多就是算了吧。啊，其实他是放着吧，放下吧，你看这样的意思，但是他其实是算了吧。啊，他来着，没别说呢，啊，算了吧，别说了，所以他来着。好的，第六句，阿森比达沙路亚德，阿森比也是一个万能的词，有方便，可以这样的意思。阿森比达沙路亚德是可以吃，如果别人跟你讲巴沙姆勒要吃什么啊，阿森比达沙路亚德其实都可以，随便这样的意思。好，第七，没骗来的，那么彪呢？不要来跟我说啊，不可能的，没骗来的，不可能的，那么彪呢？骂呢是别说不可能的事啊，这样的意思。好，下一句，阿那巴的奶奶闹家多的啊，非常的不好意思。阿那巴的奶奶一点闹架迟到了啊，我迟到了一点。阿那巴的奶奶闹架多的。好，下一句啊，你们刚路啊啥么啥钱不？你们刚不舒服？你刚啦还好吗？你们刚不舒服路，因为不舒服。阿啥么啥钱不？不想吃东西。阿啥么啥钱不？好，第十句，比亚东快鸡蛋的喽啊，三杯啤酒。你看，比亚先讲名词，再讲量词。比亚东快鸡蛋的喽，鸡蛋矿泉水的喽，两个矿泉水。好的，再来第十一句，你到底想让我怎么样啊？阿古贝鲁鲁开始前嘞，阿古我贝鲁鲁怎么做？开始前就是想让啊，这样的意思。阿古贝鲁鲁开始前嘞，你到底想让我干嘛？我这样也不行，那样也不行。阿古贝鲁鲁开始前嘞，你到底想让我怎么做啊？这样的意思。好的，那十二个，有话直说，标子呀细眼标吧，标子呀说的细有，标子呀细眼。啊，标吧，请说啊，这样。好的，下一句，没累呢，别对我撒谎。没累，累就是骗啊，别骗我，别对我说谎的意思。好的，再来最后一句，哦，我真是受够你了。念过没看来多不？没看来受不了。念过没看来多不？我受不了你呀、啊。